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肥宅肥妻好伙伴小雨的频道，我是小雨。现在是早上6:20，天差不多刚亮。我们现在人在中台和风小七，今天是与神同行 AWGS 车队的1岁生日。还记得一年前真的觉得身体不太行，所以为了练136检定而开始了每周的约骑活动。那说到周年庆，当然是要来个特别的。我们打算要先高强度烧个2000卡，然后再去高强度吃个2000卡回来。等一下我们要从这边骑到古关，然后再杀回来，下午再去队友家开的优质餐厅港町13番地吃车队春酒，补个2000卡回来。那听说今天有一些连车尾灯都看不到的大神，那就让我们去访问他们吧。那首先是我们的地方爸爸 Jacky， 请问一下今天要怎么虐待我们？我先自我介绍，Jacky， 我今年30岁，我骑脚踏车时候单身。好好，今天就顺顺骑，顺顺骑300瓦，顺顺骑300瓦不一定，可能290几这样。290几太凶狠了。对对对，嗨，走走走，最恐怖的来了，最恐怖的来，冠贤今天要怎么虐待我们？就自由骑啊，自由骑，上面写自由骑。好，自由骑，自由骑就是顺顺骑300瓦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好了，听完这些大神顺顺骑300瓦，我觉得这样小雨反而比较轻松，反正也不可能跟得上嘛，一开始就看不到车尾灯，这样就没有压力了，连跟都不用跟，是不是？好了，那就让我们收一下，等下准备出发。我们今天骑的是沙肥肉战驹，让大家看一下车子。今天我们的路线从中台和风小七出发，然后上中心岭，走斜中街，到达第一个休息点薰衣草小七，然后经龙安桥一抢古关，最后再回全家和平农会店捡掉下来的人，再走台21右转丰埔产业道路接安妮公主坡回程，全程约90公里，爬升约1200公尺。那大家就自求多福啦，小雨也是自身难保啊。大家拍个照就出发啦。从日本回来有觉得比较不冷？有欸，真的有用，防御心情，耐冷训练。一出发阿贤暖身就来个300瓦，然后再跟你聊北海道好不好玩，你整个压力爆棚啊。不对，虽然是我约的，但继续顶在队伍最前面，不出意外就要出意外了。阿贤，拜拜，我要去后面玩沙啦。虽然说是跟在后面，但前方地方爸爸们的速度依旧惊人，看一下瓦数，不时就会跳到300多瓦，有个累。进到山路段后，小雨觉得我在硬跟着，大概到山顶就会像上一次对决那样，直接倒在地板上，不用骑后面了。果断向后单飞，大家拜拜啦！接下来就是自己努力喽。3.5到4而已。哦，中心岭终于爬完了，均瓦271瓦，用时24分54秒，这速度只比上次对决全开慢了1分多，真的是再咬住就会直接在中心岭看上帝。好难想象，这只是地方爸爸们的有氧骑，真的是顺顺骑300瓦，有够可怕。接下来就顺着斜中街调整一下呼吸，骑到第一个 7 休点吧。终于到了，结果地方爸爸们已经喝完咖啡泡完茶了，有够凶残。好啦，我们就小休一下，吃个果胶，看能抓回多少人吧。有，那时候看，我看你要挂最大，你又挂最大喽。没有去偷瞄一下他心跳150。谨慎的大家跟镜头挥挥手，这些是还活下来的人。我们收了7分钟，还剩11个，大概剩1/2。大家加油，后面又是一场
生存之战，直接一枪骨关哦。一枪骨关。对，一枪骨关。走了。不对，为什么是我先出发？我才不要顶。出发后，这次小雨学聪明了，直接往后躲在后面，在前面稳死的。接下来是一些大下坡前的小陡坡，这边小雨告诉自己一定要活着，不然丘陵段会被放到火星。上坡一定要活着，想要活着，你想要活着，先要这150吧。终于长下坡到了，看着专业车手下坡的影子，真的有够帅的啦！小雨比这些人足足多了20公斤，看着他们的车尾灯越来越远，真的是有够扯。转眼间就来到了龙安桥啦，转入台八线后就是生存之战了。看着最美的大甲溪，做着最惨的噩梦，希望小雨不要太早往后飞。结果踩不到5公里，小雨就被连续不断的小坡摧毁了，心跳跳到180，一直下不来，看来只能一边慢慢滑，一边喘一下。找后面的第二集团把我捡上车了。我们等一下就 hold 在200瓦，等后面的把我们捡上车。刚才一遇到坡都400多，超扯。大概一个人慢慢骑了3公里之后才被捡到。居然被捡上车了，好开心哦！上车上车，看，现在爬坡一趟350-400，越开越快，整个彻底炸在路边。好啦，接下来就是互相合作，尽量不要让第一集团等太久了。这团还有认真哥、老叶、Jason。每个也都是勇角一枚，小雨就在后面偷吸回血就好了。换 Jason 列车，来老叶，这个给你，这个给你，这样风比较小一点，强壮的肩膀。那你们这个好和平哦，现在一路心跳都180哎。对啊，来人啊！看后面没有人要跟你，啊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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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合作一下合作一下，这秒差越来越大了。看我感觉5分钟哦。我看到画面的右上角，1、2、5分钟，然后正在以每一公里跳30秒。这时也终于可以好好欣赏大甲溪的美景了。刚才地方爸爸的那团要保持眼前不要黑掉去看上帝，真的就要用尽全力了。不过在白冷冰棒后的爬坡，我们也减损了一名大将 Jason， 拜。好啦，小雨也在认真哥跟老叶的后面躲了很久了，回血应该也回得差不多了，来顶一下，上车上车。后面是认真哥跟老叶，就快到谷关了，一个不能少， Go Go。 转眼间就来到了谷关市区了，这时候把第一集团列车全速歼灭的大哥居然出现了，还要加码大三元先回城了，杀人还要诛心，真心凶残。辛苦了那么久，终于拍 low 到了，假装冲刺一波，骗个照片吧。
没有，老吉刚刚在那个不是红灯过龙安桥要右转，然后你们先走。他跟我说他脚痛，他回家了。靠腰哦！看你又来这招。在西部有继续洗吗？有啊，就不在那。太心酸了吧？谁西部人？被骗来，不一起出发还早走。哎，西部人。根据小道消息指出，我老板骗了一大堆人来古关，结果自己在龙安桥左转回家了，有够没品。难怪想说一路上怎么都没看到，还有一个掉下来的精神。你要跟阿贤，阿贤已经去大三元了，你不是要三元请加一吗？赶快跟上。不行，阿贤看起来一点都不累。他今天课表要龙山啊。是啊。对啊，龙山哦，他龙山一直打到底啊。阿贤一直在关怀弱势。他龙山是推四哎。他到最后还可以冲一波。对啊。最后我机车还追不上他，我没有看到他进来。啊、你有跟住吗 ，Jacky？ 最后他叫我先冲，先开火、啊，然后我就往前冲了，然后他们两个就在后面慢慢骑，然后最后把我拧过去的。我们现在时间8:33，小雨是8:25，然后阿贤是8:15左右到。我们刚才是6:50出发，阿贤只用了1小时20分，中间还休了10分钟。多分钟。对，好扯哦，这什么速度？这均速有28、29吧，应该29。是轻松骑。对，这是他的龙山哦，均速有29哦，超级扯。人生这辈子没有不到2小时出现在古关过。AWGS 古关成功。好啦，接下来就是准备回程去接剩下的队友了，在地方爸爸的轮流带领下。我们很快就回到回收点全家了，还被撤退的队友呛先说：“等太久了。”等1小时，等1小时了，真的假的？对不起，起太慢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敢不敢直走？敢不敢？一个摇手，不敢直走的男人。人家都隆山4小时哎、欸，他的隆山不是我的隆山，他的隆山起码是我的隆6以上。好啦，接下来大家就慢慢回程，洗个澡，准备吃春酒，补回这烧掉的2800卡啦。让大家看一下春酒的菜色，这间居酒屋真的好吃，推推。在大家聊天的时候，阿贤还跟众人宣扬3天不练，面目可憎，有够可怕。接下来就是最刺激的抽奖环节啦！这次感谢各路大神赞助的奖品，这个是阿贤，大家感谢阿贤，阿贤赞助的袜子。我觉得还不错穿，我今天也有穿。来，刚才没拿到礼物的，来来来，谢阿贤。刚才没拿到礼物的，刚才没拿到礼物的，刚才没拿到礼物的，来。有没有后悔自己抽到圈圈啦、啊？人人有奖，大家开心。但想拿2个，就是命运的对决了。对了，再次重申，禁止转卖哦。没用到就拿去赞助失学少女吧。好啦 ，AWGS 春酒约期就在大家的欢笑声当中，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。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约期。Along with Gods， 只要一直跟大神一起骑，就可以一直被海放，变成自己一个人骑。没有啦，是我们终将成为大神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氛围的话，欢迎从影片下方的资讯栏点击社团连结加入，也欢迎干爹干妈来给车队更多的资源。除了车队的运作之外，后续也打算推动赞助贫困学生骑车的计划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。非常谢谢你的观看，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，并分享给你所有的车友，也要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。如果有什么喜欢看的主题，也欢迎留言给我们哦。